阿袁啊，想问八号仔啊，佢话见到 Mira 演唱会加场，系咪可以利好业绩？咪话八号仔都升咗好多啊，究竟前景好唔好，仲可唔可以追呢？其实又唔可以话算追嘅，佢只不过即系老实讲，佢都系之前派完息，咁跟住你即系期望佢可唔可以继续啫？咁我觉得咁讲嘅，行業計問題不算很大的，其實八號仔以往大家最擔心的就是他後面有很大嚿的即以前借落那些債的息要還，但是就應該長期即拖那麼多年之後都逐漸好轉的了，再加上都剛才都雖然這個觀察就聽落好像很片面，即看著 Mira 就可以了，但是其實亦都事實上以呢間公司嚟講，即係長期揾唔到一啲有增長嘅，咁都難得有翻一個增長睇頭，咁都係 O K 嘅。咁你問我就大概而家唔使好心急嘅，即係你可能大概都係四個三附近，即係四個二毫半、四個三附近先慢慢諗啦。始終你即係港股 market 唔算話特別好。興奮住又唔使太心急話追，即係唔使擔心咩兩三日就翻翻咩四個半啊，跟住破頂上啊，冇行得咁快。你見佢以往都係慢慢上，咁就儲啲咯，暫時 OK 嘅，暫時 OK 嘅。